春天的气候真无稳定，有时起风，有时出日，有时大雾。大西洋海部的气温区的天顶茫茫一片。这个时阵，粉桥养殖业者拢爱无用得开水车。即摆就是那大那大忙着哦，伊较无上手，你若水车落去胖吼，伊较有迄溶氧量，迄、那个蛤蟆较有上手嘿。就是存活率会提高这样。对。那有按水车的人较好啦，哦。嗯啊，若无按水车的人，就是讲，你水度若搁较咸吼，若搁较肥水，更加就较严重，较会损失啦。所以你讲上较好，就是爱有水车伊拍个，有咧上锁安尼啦。啊，这个搁有一点就是讲，透早大雾毋是定定发生，但是若大雾令人真烦恼，除了爱烦恼水中的上锁无够，有时嘛爱烦恼造成跳电。啊，站的温箱嘛停电呢。嗯，迄网工线，阮只二零二一只站停电，站遐来修理，八点外叫来修理，到十二点多，十二点才搁恢复起来。迄就是忙务的关系，就是真正讲咸水淹风头，啊，迄个咸水海，即个开来飞起来，啊，沙粉糊咧，啊，即卖你即个号做，咱即个迄落水重，啊，全刮沙粉全推落来，啊，全消化电，啊，就崩起，电厂崩起啊。养殖业者讲，气候的不稳定，常常造成粉桥区的损失，尤其是近年来的工业污染以及大量风沙灾害，和粉桥养殖非常容易死亡，损失无底讨。阮百姓都艰苦啊，为呾规群人养养去啊，着重新搁开垦啊，啊钱开了，伊要安尼都无法度啊，啊要叫伊赔伊唔啦，伊要赔你，做你去饿死。像咱台湾这边，有些毛毛啊，你若像大陆那边，什么这沙暴了，什么瓦哥了吼，迄有时啊，吹成大嘛，捌吹来只过来呢。俗语讲，春天后无眠，气候变化真紧，予养殖业者真烦恼，随时拢爱加强巡视气温。记者范宏坤采访报道。